有油性笔写。这个东西叫什么来的？啊，藏头诗。十世深山住油棚，船山一日起相逢。悠悠前年传世风，竹玉。柚子为何突然诗兴大发呢？因为他本次的目的地是文化名城绍兴。绍兴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同时它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的故乡。我之前其实来过一次，然后我记得这个附近有很多好吃的。慢点，臭豆腐的味道，我想吃。那先我们吃。来，朋友吃点茴香豆来了。茴香豆。馋涎欲滴的柚子，第一站来到的是因为小说《孔乙己》而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咸亨酒店。哦，这个阳春面很香啊。好嘞，那么开饭了。茴香豆也接咬人家吃吗？你看学那个孔乙己啊，吃口茴香豆，喝口酒。好喝吗？好喝。由于素材库存量不足，11月节目组决定再次启动寻找主人公的拍摄计划。我们约定以后再也不拍现地找主人公计划了。这个约定到底去哪里了？为什么还是要人呢？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柚子的第一个方案是绍兴的旅游胜地沈园，绍兴目前唯一保存至今的宋式园林，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这边夏天挺美的，我夏天来过，这边都是荷花。现在叶子快了，但这种感觉也很美啊，我觉得。我们不是旅游，这个本来是工作。找到灵感吧，找主人公的灵感。找到什么灵感了吗？没什么灵感。怎么办？那你不就是在偷懒吗？怎么办呀？晃荡了一天的节目组晚上回到酒店房间后进行了第一次会议。你的感受？我的感受开始，我的采访开始。我今天的感受吗？哎，挺好的，这个从锅里看到的。哎，你弄了。我还可以吃吗？黄酒奶茶打卡。内疚，因为今天没有找好主人公，所以明天可以，明天好好找主人公。对对。第二天，柚子痛定思痛，卯足了劲儿，准备全力寻找主人公。他的第二个方案是去位于柯桥区的国际轻纺城。就是说这个柯桥这个地方有很多外国人，然后呢我们想应该就是 international 的地方，应该有 international 的人，所以你看 international 国际走外国人走。这个怎么找？你看这冷清的样子，别说外国人了，中国人都没有。说这个有道理。哎，你好，可以问一下吗？你们的客户里面有外国人吗？没有。哎，这边外国人多吗？这个地方现在很少是吗？
好的，谢谢。原来现在很少。柚子的第三个方案，准备去附近的星巴克碰碰运气。因为星巴克不能进，所以我们带着这个东西站在星巴克门口碰碰运气。走。好了。有外国人吗？我们在找外国人，但是星巴克里面不让拍，所以我们先这样子。对，你们认识外国人吗？这边？不认识。不认识啊？好吧。啊，找不到，很多人，很多故意的眼神看我们。你要看你家的店。迟迟找不到主人公的柚子，最后不得不拿出最保险的一个方案。我们还是去找那种大众点评上写，什么老板是外国人的那种。我看到一个是老板是韩国人，然后一个是老板是印度人，印度人是比较近。对，老板是正的印度人。好了，嗨，那我们去这家吧。走，行きましょう。你们可以终于见面，第一个主人公见面。怎么就一下子变主人公了？其实老板是外国人，这绝对亏的。到了，到了。哟。你好。好。啊，你好。好，老板是外国人。你好，可以。啊，你好，啊，你讲中文没可以吗？啊，我们是拍纪录片，可以跟你聊天吗？可以普通话，挺好的。啊，是吗？听起来好。英文。我努力。好，那我们先点餐。啊，这边谢谢。啊，您叫什么？您的名字 ？My name is Parv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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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中文名。Parvin。Parvin。哦 ，Parvin。他们。中文听，就是我是日本人。日本人。柚子。叫柚子，我那边叫柚子。跟拍就英文怎么说？就是啊，if you can do one thing now, you add WeChat. Oh, WeChat. And WeChat, you are fine. 先加个微信。那我先找，我们想跟拍。你的生活we want to follow your life、except for personal life. Yeah. can you? No problem. No problem. No. Let me see. You can ask here. It was better. Then, actually, I can speak Korean language. Korean? Hangul.要不要？没有，我不会。为什么？ Because before I live in Korea. 哦，你之前在 Korea？ 对。几年？一年。哇。My wife is 韩国人。啊 ，Your wife is 韩国人 ？Yes. Oh, your wife is 韩国人。哇，那你 your wife， 你。Just she left to Korea last month. Last month. Because you're teaching, so I feel like maybe 整个过年以后才来这里。啊，这样子，那你平时跟老婆用的是韩语？我们老婆然后我们 we talk in Korean only 韩语嘛。哇，안녕하세요。找到了主人公的柚子，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好好享受美食了。嗨，
2006年，派文来到中国绍兴从事布料生意。后来出于兴趣，他接手了本是日料店的门面，简单改造后做起了印度料理。Oh, actually before here is Japanese restaurant. So I rent from him. Then changed it. So some like this picture also Japanese, over here also Japanese. Yeah. So we just now changed it. This is our kitchen. Okay. Yeah, yeah, can. No problem. And Namaste wala singh jada to Indian star ho jayegi. Namaste. Namaste means like Annyeonghaseyo. Annyeonghaseyo. Oh. Every morning we come to pray our God. Oh, then we start. Yes. Oh. Then we start first to pray, then we start work here. O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Dhanyavaad. Yes. This one, you know, like Indian Kunian. Hindu Kunian, Dhaba. Woman mega tifa yo jega mango make like this and wear pray. Ah, Konian. Ah, Indian and Konian. Indian and Konian. So, you have fun. Oh, so you have fun. Eating cola. This our god. Because here we also we have Indian temple in Kachau. You Indian temple? Yes, big temple. Karki is here. Here's my friend, Mr. Singh. Hi, 你好，我是柚子。He can speak very good Chinese. Oh, easy. Yes, we they come from Nanjing. Nanjing, from Nanjing. Yes, and they are making one documentary. And if you want to, 是的，中文。格先生告诉柚子，晚上派文的店里更是别有一番风味。他们的店晚上好像变不一样的感觉，可以喝酒，所以我们去找一找。好像是我的店啊，到了。哦，变成这个 bling bling 的，不一样。哇，已经有很多客人，不一样耶。晚上究竟会有哪些不同呢？आज का दीपक का फोन आया था। He looking girlfriend. 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没想到白天苦寻不到的外国人，晚上竟然在这里被他们包围了。哇哦！好多，好多。我们上午真的找到了，很多啊。韩顿应该都，但这次我们一定要那个绍兴这边找。不要别的地方吗？这次是。那你可早一点知道的话，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几个。啊，那我没想到。我早上，我们是早上。杭州去的话呢，跟我说，杭州我可以。我有认识。不哪里啊那？我的衣服很贵的，不要加重了。干杯！干杯！干杯！是干杯 ！Cheers！ Cheers！ 讲的是干杯，干掉。干杯，对，干掉。英语是也是干杯。日本是什么？日本是干杯。干杯。干杯。我们也是那个南印度的，他们有咕哩咕哩。Their mother language is kudi. Their language. Kamanda like a bandi hua. Subhut bandi hua. Bandi hua. Kamanda bandi hua is kudi. Kudi. Mena kandya. Kudi. 你们还有了解什么？我们就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还有一个little。谢谢。对，最后一个，真的最后一个。我们那个节目的名字叫《我住在这里的理由》。所以我想问你们。Reason because of business。Because of business. Yes, because everything is good here. Best, safe. First thing is safety. And very environment very nice. Weather very nice. And clean. People good. Everything good. And also we do business here smoothly. Bye. Thank you.
这么快的灭下去了，就是被拒绝的好快。Our culture we thinking like this. When you burn, your husband also burn somewhere, but we don't know is who.哦，そういうことか。哦，这样子。我还在巴西的时候，我决定那时候玩很久，然后我们在 YouTube 新开设了会员频道。打开和之梦官方频道主页，点击加入，每月仅需290日元，即可享受果住会员加长版视频以及专属福利，快来加入吧！